兄弟们，昨天有点事情忙，然后凌晨4点钟才睡觉，现在已经1点钟了，才刚醒过来啊，兄弟们。啊，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软绵绵的。哎呀，关于要止上一止吧。一点精神都没有，不过想让子提提神再说吧。啊，咬上一咬，吃上一吃。啊，兄弟们，现在精神好一点了，然后起床吧。我梳着呢，梳个头发，出门找工作去吧。啊，这里啊，昨天工作不是没有落实好吗？是不是？然后想着实在不行进厂吧，兄弟们。然后我现在不是在郫县吗？好像我附近有个富士康啊。今天咱们出门找点吃的，然后去富士康看看吧，看看能不能进得去啊，兄弟们。但是首先咱们得把发型啊搞得衬托一点，首先发了头靠带，发型不能乱。咱们穷可以，是不是？我是要干干净净的，是吧？走走走，洗把脸，洗把脸，脸还没洗呢。牙的话我已经刷完了，刚用小狼子刷牙的。出门出门。兄弟们，口粮给他带上吧。这个是垃圾。女朋友啊，我还没有啊。你怎么没出？
我楼里胖子是不是？啊，哥，我楼里胖子。啊，兄弟们，开饭了，猪脚饭15块钱，吃上一只。然后给他搞点辣椒进去，是吧？我拿不换啊，兄弟们，开始不说了。还行啊，兄弟，这小狼子昨天比较多了，然后吃东西就跟针扎似的。满分10分的话，能打个7.9分吧，可以的，兄弟。啊，兄弟们，该说不说的，吃饱喝足就是说谈啊，然后再来一根是吧？饭后小快乐，快活如神仙啊！嗯，走走走，咱们去坐地铁吧。前面就地铁口了，兄弟们。花了2.7块啊，兄弟们！一号线这个蒙子站，蒙子站，差点念成新了，兄弟们。然后距离富士康1.3公里吧，咱们走路过去啊，兄弟们。幺幺。GCL 王牌电器成都有限公司。没有到人呢。哎，臭妹妹。哎，热死了，兄弟们！好汗也看汗，还没绕啊！兄弟们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成都富士康了啊！哎，迷茫呀，大老远来过来。兄弟们，富士康是到了呀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里是上班的地方呀，它好像有一个招聘的地方吧，招募中心吧，兄弟们。哎，好烦啊！在那附近转转吧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厂招人呢。兄弟们，差不多在附近转了半个小时吧，厂倒是蛮多的。但是基本上没有招聘的呀，可能咱们找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对吧，兄弟们？可能说在网上招聘的，或者是通过中介的，因为现在的这个厂基本上都是外包给中介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天气也热，卖雪的也没有，这附近。要不咱们今天工作就到此为止啦，兄弟们觉得怎么样，兄弟们？然后差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咱们是吧？看看，我们回去就回去了吧。少了一个小黄车啊，兄弟们，回去了，回去了哈。
累啊，身体软绵绵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花了1.5块啊，兄弟们。啊，兄弟们吃上一吃啊！来，小老弟们先吃。啊，兄弟们，今天这个工作没有落实啊！我看大老远的跑到富士康去，迷迷糊糊的今天走。明天再找吧，嗯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慌嘛。是吧，找工作的话要循序渐进，不能慌的，是吧，就像人一样，饭得慢慢吃，不能一口吃成胖子，是不是？回去了吧，回去了吧。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再见，谢谢大家。